哥，哎，这么好的东西忘了煮了，有肉汤呢。哎，来，哥，哎呀，还有这两根呢。哎，我再忙。哎呀，多加点火吧，还得加点火吧。是什么？半个小时以后就肉汤就能吃，先吃肉汤，完了以后再吃。肉，哎呀，肉炸好了，差不多了吧？好了，去把你捞出来吧，哥。哎呀，白嫩嫩的肉肠，这是我的，刚切的。哎，还刀子没拿哎？啊，有这有那个。看看这个肉，沾点韭菜花，这也太过瘾了吧！必须来点韭菜花。非瘦先见的这个肉肠啊。点姜，再抹点，沾点韭菜花，我是甜品了，中间还得把这个菜还得吃呀，沾的这个，来搁个肉肠，里面搁个肉肠，再搁点韭菜花。哎哥，你这吃完了都，给那个，这俩叫一人一半。哎，嗯，完了吧，这样吧。